今天咱吃圆润的猫眼螺，直接水煮的啊。这是咱刚才剥出的肉，超肥这个啊。猫眼螺都能吃，除了壳和这个啊。一斤8到10个左右啊。嗯，这地方，我让你们炒个大椒，给它肉挑出来，炒个大椒，炒个青椒啥的啊，特别好吃，味道更棒。一个螺可以吃出各种不同的那个味道啊，原味的，辣炒，然后你们爆香、酱香都可以。